auf die Außendecks und genießen Sie mit uns die Eisberge. Vielen Dank.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午安啊！我们现在外边的风速又上升到差不多65节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决定起锚离开这个地方啊。我们呢，等一下呢啊，借着今天这个阳光灿烂的一天呢，去找一些比较不错的这个冰山，然后在这些冰山的周围呢进行一个巡游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呢，大家如果想出来看一眼啊，最后看一眼这个。 我的本来要登陆这个布朗崖，然后老吴的大船会起锚，然后开始在周围的冰山周围进行一个巡逻。最高有90节，根据 Belfort 这个风速表呢，这是90节，是相当于是飓风的级别了。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呢，就是要小心，外层甲板已经关闭，只剩了5层。 甲板船的尾部仍然是开放的，但是其他地方呢都已经关闭了。在如此大的风下面呢，就请大家千万不要去到外层甲板，然后请大家一定要一只手扶住船。那与此同时呢，在今天的7点钟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行程的展望，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明天的行程的安排，然后也会有探险队员给大家进行行程的回顾。7点钟的时候，海巡会议室见，谢谢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
Hej.上飞机的时候就叫上了，经理，超重，他跟你们说过，啊，关机上面。有兴趣哈，现在就可以照，也就现在是，欢迎。现在的水平方向、水平面啊，跟刚才那个角度不一样，所以就不错哈。Start, finish. 来露点，这是谁啊？照都不知道谁跟谁、啊。Thank you.
弹跳，因为这边我知道会。踏上来，好，欢迎来到南极大陆。Thank you.
Thank you.